这盘棋讲解是天地阴阳招，2024年的直播间，王天一对战小卒子，这盘棋下的确实是棋人太深。开局是当头炮，这儿的话，王天一是平风马，红方走了一个五八炮，力求稳健。黑方先飞象，红方上边马，黑方选择了马三进二，这儿的话是避开和棋棋谱。红方长车以后，黑方冲卒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吃这个炮。红方则是上马，这边就等着你吃啊！你要吃他打完卒，你再冲卒还打将啊，连续手段会利用。所以这儿的话，黑方决定先补个士再抓，这样的话你再打他就冲过来，将来有一个车一平六啊，抢先吃马吃炮的棋。红方的车还没出啊，看不住。这儿的话，他决定就先上，这时候再抓。同样道理啊，你一打他一冲，吃着炮，将来还能抓马，那这个棋啊，红方就比较危险。所以本局红方先啊纵深切入，这个棋弃一个炮攻杀啊，到这儿这个棋确实凶狠，应该来说还不敢吃啊，因为吃完之后会怎么样呢？这边来一下，出来以后，这里有一个平车啊，可以吃士，暂时是将不死，但是也够呛。啊，给他一将，然后这边呢可以抽车，啊，因为对方的底线空车啊，左边比较薄弱，所以的话走出炮四平二啊，那这样的话一将啊把这个车吃掉，那这儿的话很快啊吃炮就要突破进去，所以对方这个棋啊防不胜防。那这儿王天翼啊，他是走的一个炮二退一，那接下来啊吃着炮，你现在冲兵太慢。所以的话，红方决定炮八进一啊，先打他的马，黑方就退。这儿红方是把车拿出来啊，给了黑方一个卒五进一的机会。那红方到这里啊，似乎要走一个过河车，这儿不能走兵三进一的原因就是啊，将来他炮八进一，你一冲他打掉给你换了，换完之后就被抓死炮的棋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黑方抓死炮会怎么样呢？这里红方有一招炮五平二，那么你吃一个，人家打一个还抽着你啊，这样的话不行。那么对方他会选择脱身，强行去换啊。红方到这儿的话用车去吃，因为这边可能吃双子啊，他也得吃回一个子才行。然后呢，这里如果吃马就会打将，所以他会先吃炮。红方简单一吃也可以呢接受啊。这个棋的话。那么正常你下底炮想杀他，黑方他可能有一个出老将啊，杀底是先杀你，所以红方他过不去啊，那到这儿是不怕的。那么这里他有可能先把车调过来啊，再下底炮。黑方他的防守方法就是对车啊，对完之后就不怕了。不对的话，他还可以选择一个平车去拦截，所以在这儿啊，黑方就守住了。当然红方啊可以进炮啊，将来。这个棋啊，把车闪开啊，再强行抢对方中卒，双方又是另一番战斗。这儿红方是完全可战的啊。那么刚才这个棋啊，应该来说换了之后啊，便宜不是很大啊，黑方他也能下。那么这儿的话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不吃，不吃的话就得退啊。这里其实就是说能多吃他一个卒。黑方需要注意是你不能纠缠啊，你一纠缠这些彩车叫杀，车就没了。所以在这儿你只能选择一个强行去冲，这儿它可以踩你个卒啊，再吃掉。所以这样的话，红方会先手在握，啊，黑方就稍微苦一点啊。所以这个棋的话，应该说红方呀非常满意啊。那么这儿他选择交法是车九平六，那接下来黑方是卒五进一，这一招棋走的啊，让人家杀过来，这就危险了。红方到这儿啊，点进去想对吃。黑方抢先发难，啊，这边有一个打死车，红方只能弃炮解围，啊，黑方到这儿还不着急吃，这招棋啊，出老将啊，够狠，这个车退回想吃马，啊，先避开打车先手啊，他出老将是为了杀你一将，啊，然后这个棋的话，正常象调是交换啊，他还不会像你，选择上马，主要意思是把你炮赶走啊，将来这个马一踩中兵呀，这两边跳将受不了。所以红方在这儿他不敢动了，他选择招法是点进去啊，抢先吃马，压缩对方车炮的空间。
但是黑方仍然不怕啊，就踩掉你，只要你敢吃，那这炮一甩开，这边就完了。所以这个棋也是尴尬啊，到这儿看着子不能吃呀，怎么办呢？红方走的是炮打出去啊，黑方腰对啊，这里胁迫你必须得换。那这儿的话对掉，吃掉，红方是炮五平九啊，先削一个，黑方则是退车准备抢中兵，红方过来抓象啊，黑方这边就杀一将，红方补象，黑方是退回，接下来红方就把象给破了啊，这个棋确实不太好下啊，应该是车退回来比较稳，结果这个棋啊被王天一走了个回马扣住了。到这儿啊，你要是出来，马上给你对车啊，就人多欺负人少，啊，这一招就是天地阴阳招呀，直接把对方给扣的不会了啊。那红方这里啊，冲兵还想活马，黑方还是这棋啊，如果现实中这么走棋啊，估计得挨揍呀。这棋走的太气人了，瞬间把这个车给关了禁闭了，出不来呀。到这儿啊，进炮，黑方他只管上马，他的意思就是。看你敢不敢打士啊？如果打掉，那吃掉，杀出来啊，他马退回了。现在你一个单马还上不去啊，就算你绕回来还不敢，人家进车就抓死你了。就算你下来再绕啊，绕过去马上给你对个车啊，还是没脾气。这棋啊相当憋屈了啊。那么这儿啊，他临场不敢弃子，他选择是过兵。这儿的话，人家进去了。现在红方呀，他有一个将来弃兵的手段啊。那这个棋，黑方如果不理啊，走开也可以。如果就简单吃掉，你过来再跟住你啊，下底炮的话，他上马，就算你脱身把炮吃掉，现在你还得退啊，这马再上，车马炮你也是输啊，时间问题。这儿临场他冲兵了，就是想调动这个马做文章啊，那就上。这个马刚准备上啊，黑方抢先上来了。到这儿你再上的话，他给你一将啊。那现在这棋出来是个杀啊，出这边马和炮就下。再来一将啊，就上，这个炮一平呀，将是一个绝杀，因为你无论出哪边啊，都解救不了这个棋，将军你还得进啊，马后炮杀招，这个棋能没办法，所以这盘棋啊太厉害了，把对方车困着出不来，那这儿的话，小卒只好认了，这盘棋王天一获胜。